半島精品店咖啡今日隆重開幕，咖啡廳每日喺朝早十點至到夜晚七點開放，總共有25個座位，但係就不設訂座，想試咧記得要早啲去排隊啊！咖啡廳提供精緻嘅茶點，呢一款有齊鹹甜點同埋招牌英式鬆餅。而呢度嘅甜品咧，亦都系必点之选啊！大大杯巴菲采用北海道牛奶雪糕制成，北海道牛奶雪糕配英式松饼，一次过可以品尝两款滋味。至于呢两款咧，更加系纯素雪糕嚟噶，加埋大量嘅新鲜水果，系健康之选。而呢一个纯素榛子朱古力雪糕，再加埋香蕉配埋 brownie， 仲唔系经典嘅组合？精品店就有多款手工朱古力、特色蛋糕同埋名茶、糕点、酱料等等，琳琅满目，系送礼嘅得体之选。